转片来看是新原住民的立委蔡宗涵，伫这媒体顶端啊公开来发表文章啊，来批评讲即届以这第一高票来当选原住民立委的这廖国栋，到这中国出卖原住民族的灵魂，讲这啊原住民伫中国有三个妈妈啊。对着这件代志，廖国栋表示讲，伊都是安尼讲的。在今年平地关注平立委选举得到相关票当选，顺利四点点的立委廖国栋欢喜的行上红毯去立法院报道。不过，其实在当选的第二天，出名社群网站就开始流传这段廖国栋在2010年出团去中国北京参访的影片。这中国就是国家评委，你要到国家评委这边去把钱问你，而且他们就是关于全国的少数民族的事务的一个主管。哦有啊。第二个妈妈是中华全国台联，因为他们第二个成立的一个单位，他们主管台湾同胞的所有的服务跟福利事项。第三个妈妈就是今天中午投入代表他所倡导的台办，他们最年轻，但是最有财力。这段影片够这话，也可能扩大影响。台湾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一个成员。立委选举选后，这段影片就一直可能传出去。选择立委报道，浙江前资深立委、现任关注平教授、学会理事长蔡中涵发表文章，大标题写到这种关注平立委。蔡中涵口气严厉，批评廖立委要安怎做是伊个人的自由，严格在座一个其他族群，希望组织代表全体台湾关注平做安尼发言，而且国公希望这届党脱离做人都在心态，保留一点啊关注平做尊严。出来蔡中涵真罕见讲过这么强的。我们原住民当然要学习别人的地方蛮多的，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全部都卖给别人，要保留为原住民保留一点尊严，我想是必要的。并对蔡中涵的批评，但可以欢迎报道一条各东西安尼回应。不过基本上我说过的话，我也不会收回啊。我的那个是从内心发出的，心里面的话。那么至于对蔡老师，我是要说啊，这个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廖国栋口说蔡中涵即是伫两化交流中受益上济人，再度解释家己讲过本意，认为只要是对少数民族友善的国家，拢会当做朋友，而且再度说明阿比索文化中对岛部的定义。就我们对于妈妈的这个称呼啊，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啊，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，那是很多的一个代表性啊，我们。他可能就是跟我们比较亲近，或是比较照顾哦，或是有实质的协助，我们都称他是妈妈的。立法院打开机，就已经充满会有必要记者综合报道。